在中间。哇，糟了，妈妈带小孩啊！哎，让你在中间。大人国的布斯啊，布斯啊！我觉得王颖平你好拽哦，对啊，我们以前看王颖平个人的时候，不会觉得他这么巨大，高成这样，我觉得我好你在这里看到那个长颈鹿哦，是啊，发现我穿越前面完全挡不到你耶。王颖平，你可以牵着奶金的手往前走吗？不要把他手弄断哦。小朋友，哎呦，连手也好小，你看。哇塞，好可怕啊！来来，走秀走秀，请。这是什么惊世世界纪录的节目吗？好怪哦，好可爱哦，他好可爱，就很像小朋友。所以你认为乃金大概几岁？应该很差不多十九吧。十九吗？你有几岁？十八哦。哦，你开口像大人呢，而且你不开口的时候比较像小朋友。因为太矮小，求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。的时候，他就说反正像男孩。啊！但是原来这一切都只是报应。国小六年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考英语，然后我都会故意当着大家的面，在黑板上就写很高，然后叫我们班最矮男生说：“哎，把它擦掉。”所以你现在去应征工作，人家说你拿不到吧？你应该是很嚣张。样名扬白样人啊，没想到世上居然有这么矮的人，哎，尤其还名模王颖平，相较之下仿佛到了小人国。乃金是146嘛，好，好，那乃金你觉得谁跟你最接近？雅琪。雅琪哦，好，雅琪来。超迷你美女雅琪，乍看一张成熟的脸，是一张只小孩的身体。好迷你啊，好小哦。哇哦，爽啊！雅琪长的脸是大人比较大人的脸，就很成熟的脸。雅琪，你是大学生吗？嗯，我大二。大二 ，OK。那在你们班上，个子靠近你的女生有几位？一个而已。有另外一位，所以你们两个是朋友吗？不熟哎。不熟，所以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就要做朋友的意思啊？你们会比较想要跟高个的做朋友吗？其实也还好哎，就比较觉得。合得来就好了，合得来就好，因为班上也不至于有像王颖平这么高的人，对吧？这么高的应该是国家代表队篮球之类的。我脖子有点酸。所以，可是男生，你念什么？你念哪一方面的科系？统计资讯。统计资讯，班上应该蛮多男的吧？一半一半。所以男生这个高度就比较多了，对不对？也有这么高的哦，我觉得你看他有一种看风景的感觉，就是山水之类的吗？那你会比较喜欢跟比较高的人交往吗？我觉得应该至少要有一米。对呀，哦，还要求别人哦。所以雅琪交往过的人大概是像阿伟，我有170呢。阿伟应该没有。废话，你在开玩笑。有了吧？170，太孬了。好，雅琪，从当中选一个跟你身高接近的人，好不好？小圈。小圈啊，小圈几公分？150。超迷你美女小圈试遍了各种偏方，却依然还是长不高。来，小圈来吧。有比较高啦。有。有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奇怪的事情是，乃金有长高了耶。对，乃金你好像比雅琪高一点了。而且你是突然长高哎，刚刚录影的时候没那么高。他有一点鞋跟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他不是全平底的，所以今天是你最我最高，你最认真的，你就全平底耶。对啊，我很实在。是。好，小圈是150，然后小圈是念什么学校？实践大几？大三了 ，OK， 所以也是21岁左右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排顺序的话，还没有揭晓就是苏雅喽。苏雅，你跟 Taco 谁高？他吧。
超迷你的美女素雅认命当个矮个子，对长高已经不抱任何希望。所以你比较靠近小圈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我们请素雅出来。这边好好不挤哦。好。哎，终于。素雅，你是念？高二。完全要翻脸，很有趣的感觉。高二，我三百万小学生。外面过来，让小柯跟那个跟安放在一起。我们抖了，好可爱哦！怎么回事啊？苏雅是唯一一位念高中的吗？苏雅，你高几？我高二。高二。他高二哎，他最小哎，还有机会长吗？你才16左右。16。啊，16还会长？不会，我国小六年级就没有长过了。你苏雅还有想要长吗？我想，可是不会长了。他曾经有想有一个念头，他曾经想要花100万去打那个生长激素。哎呦，想还是真的有花了点钱了。他就已经准备好要打了，可是医生说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已经锁骨了。锁骨啊？嗯，就是骨头都封起来。好，那你们两位就出来吧，我们排成一排看。来来来这一群就是我的小弟妹啦！我让你阿伟，我让你过瘾哦，来你在中间吧，好跟他们一起走台步了。Ready go！ 对，没关系。I am the man， yeah， let's go！ 阿伟，我们帮你开节目，就是。你就跟他们一起主持就好了。哇，这哎，坦白说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好，阿伟，请你把位置让给王颖平好吗？好。王颖平，他出发了，走台步了哈，来出发吧。回来回来，你好多女人啊，王颖平。奶姬，你也太不会走台步了吧？那奶姬你走得好怪哦。不是，他们今天穿平底鞋比较不好走。那等一下，他们都准备了高跟鞋，我觉得穿上以后会好很多。我们三个真的有来到百万小生的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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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